你一看你就比那长得漂亮。妈，你搁这哭啥嘞？你说我搁这哭啥嘞？我就搁要个钱，他不给，他们养他家人都来要账来了。他想着我上了西安去，我就心里怪高兴的。就是啊，你挣人家的钱你不还，你人家强肯定来问你要账。我不想还，我还去。你说你那，你为啥没钱？你别说了，说了我心里都烦。我跟你说，那你这会儿没有钱还，那你上西安的钱你是上哪儿来的？对呀、啊，这你都别管了，我要有钱了，我更多钱不回来，就是没钱了才回来。俺一会儿买吃的嘞，你别上俺家去。我咋不去啊？有啥吃我都去。你心里真是难受，不说你了。你那天委屈的不得了嘞，你出去玩去，然后俺大搁家，离家还得照顾他，俺成天干活。你瞅你心里还难受。你说主任没钱能玩个啥？嗯，那大成天折腾的人，我心里都够难受了。要不是我也不出去的。说的那理的。你这回出去上西安，最少花2000块钱。你这2000块钱还账不好吗？你就是吗？多少不？2000块钱也不玩够，2000块钱的。再说了，给我一分钱不？要不然给我这，我心里也不一阵难受。叫姨姨都能看出来，姨姨，我问你。咱家那年挣钱，你也挣钱，也挣钱，听见没有？那也挣钱，是给您挣了，要不给我挣啊？那也挣钱给咱了不？给咱了，真给咱了，嫁给咱了，咱都没要那爷的钱，知道不？那那可是的，那挣不了那爷的钱，那钱从哪去的？俺大人家那不是以前，等于恁爷慢慢岁数大了。那手里能没有点钱会中不？就这手里还没有钱了，等老了嘞，老手里就更有钱了。妈，你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又买个表，这又买这，我跟你说，俺有人卖吃的嘞，你别上。我买这能省几个钱了？我找，俺不想让我去。俺家有。我就是去，你能咋着我呀？俺家有卖吃的嘞，你别去了啊！我想不想去？那些平板房搁这，你说看叫你看笑。中啊！等会儿我让他搁家，都不去了。啊嗯，俺先走了啊，给姑姑拜拜，拜拜。嗯，好，这边收拾收拾。哎呦妈妈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说你这车间借你的钱的，那肯定得还的呀。人家来问你要了，那钱儿也写上你搁外头管的太美了。别听那钱的，不能让人挂下去了，越让人挂越难了。中啊！你成天说的都好听，要不是我回来，人家来找我要账来了，我也不一去这个女。别生气了啊！我也算看透他了，就你我也看透了。说实在的，就你娘我也看透了。你出去玩那几天，一吃没吃？你看你出去玩那几天，你先挣点钱，你挣出来钱，你先给那钱还了，你再出去玩，那不是也中吗？是吧？我没钱还咋了？别给他烦我了，出去住去吧。哎，你这出去玩，人家想着你那钱不还，肯定不得劲啊。啊，那等会儿俺哥那，你也别去了啊，都搁老是搁家待着算了。我咋不去啊？你想吃啥了？我到时候给俺哥说也中。他怪听见，一直叫我回来了，叫我回来了。我就是搁这儿。别去了啊！你先搁这儿好凉快歇歇算了。人家笑话了，我就去看看。我看人家笑话谁？是笑话他，是笑话我，是笑话他对我不好不？别哭了啊！躺那歇一会儿吧。等会儿我过去，你要有啥想吃的，我说一声，给你拿回来点儿。你都白去了啊！俺妈这出去玩两天，算是给她自己伤的不轻。那也是，放着欠的钱不还，出去玩两天，真谁借她钱都不愿意。但是这也没办法，我要替她还吧，这下次还不知道她能借多少的，所以只能想着让她自己靠她自己去给这钱还了。